刘备自己常说自己是中山靖王的后人。中山靖王是谁？他有什么贡献？生活风气如何？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，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。刘胜对那时朝代的贡献，向汉武帝哭诉对诸侯优待，促进了汉武帝削弱诸侯之地的政策。刘胜葬品对现代的贡献，他的墓称为满城汉墓，出土第一件金缕玉衣，储存完整。墓中有6000多件随葬品储存完整，考古价值高。刘胜的生活，刘胜的生活骄奢淫逸。汉书记载儿子有就120位，